大家好，我是 Mike，今天是6月13日星期天，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漫谈投资理财的频道。今天是我频道一个特殊的一期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嘉宾来到我这个频道做访谈节目。今天嘉宾名字叫 Area，你好 Area，欢迎 Hello，Area，谢谢 Mike 邀请我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很荣幸邀请你到我这个频道来做嘉宾。Area 和我是在 YouTube 这个平台里认识的。Area 他是个资深的 YouTuber，他的 YouTube 的频道的名字叫Area 笑，也翻译过来就是 Area 贝壳。他的频道内容很丰富，涉及到生活啊、职业、投资，还有人生方方面面。我一会会在我的频道下方附上他的频道链接，欢迎大家以后多多关注他的频道。好，长话短说啊，我把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这位年轻漂亮有为的嘉宾。我这里准备了一系列的问题来问这位嘉宾。好吧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请嘉宾自我介绍，何时来到美国，目前住在哪里，在忙什谢么？谢 Mike，谢谢 Mike。大家好，我是 Ariel。刚才 Mike 真的是做了很足的介绍，对，所以我可以先就是简短的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是1999年底来的美国，目前是在 Sacramento。然后最近在忙什么？我觉得我是在瞎忙。没有了，我发现就是最近我是刚辞职2个月了嘛，然后。虽然只过了2个月，但是我的感觉是我辞职很久很久了。就时间，昨天我还在跟我同事说，觉得变得有点模糊了，就不像之前上班的时候，我们是按小时单位来过每天的生活的，就是小时，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会，每天都有不同的 presentation。现在我的世界就彻底慢下来，我还有点不太习惯，然后身体里面就是太多细胞，习惯于之前高节奏的压力，然后现在就觉得。好像每天慢下来有点，就是必须要找点事情干，所以就这段时间我就是还是很努力的做 YouTube，还有我还在 Twitch 上直播，然后下周我是打算要去开始做一些就是 freelance 的工作，我 sign up for to be 那个 DoorDash delivery driver，我要去送外卖，然后试试看，对，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情况了。我很羡慕你这个现在这种生活。我记得当时在你的年纪的时候，我还在为我的身份，痛苦，然后我还在那个为我的那个专业，那个什么怎么转专业啊，还在那个痛苦的摸索。还有就是说，我当时还没有买什么投资房啊，没有，连自住房都没有。所以确实是看到你现在就自由自在的生活，特别羡慕。那好，我们再聊下一个问题，聊聊你的求学和职业生涯，你对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，包括中学啊、大学啊的看法，你自己的，对吧，选择，还有大学专业的重要性，你怎么找到你的第一份工作，然后跳槽换工作，对职场有何帮助？好的好的，哎，我的求学和职业生涯，上公立学校、私立学校，先聊聊这个吧。我求学是因为是我是99年底来的美国，那时候我才9岁多，所以我来美国是直接上了4年级，我在中国是3年级都没有上完，然后我就直接在美国，反正就是我是跟我妈妈一起长大的，然后我是单身家庭长大的，所以我家里人。不像中国的父母一样，会就是帮，通常中国的父母会帮子女，选一个好学区，然后注意学校，然后帮子女就是出一些主意，告诉他应该要怎么上学，怎么选专业，未来应该要干什么之类的。我是没有任何这些的，我妈是属于散养我的状态，所以她就是说。那个你想上什么就上什么，你不想上大学都无所谓。这个是我妈一直就是对我的。学习态度，所以我是从小没有任何学习压力的。尤其是我来了美国以后，我在美国上了小学、初中、初中、高中，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这3个部分都是没有任何学习压力的，因为家里没有给，然后学校也没有给，就学校是很容易，在美国上学是很容易可以
pass 这个年级，然后就是去升级这个非常小的压力，然后老师对你的要求也不高，只要你能拿就是整个平均分，整个课的平均分60分还是65分以上，你就可以升级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小学初中都是玩过去的，然后那高中开始，注重考大学，是因为我认识了一群很注重考大学的朋友。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朋友在你的人生重要阶段出现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可以改变整个人生的走法的。所以我当时是因为认识了我一群朋友，然后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想要上什么大学，想要学什么专业，为什么学那个专业，将来可以干什么，赚多少钱，都是他们告诉我的这些信息。然后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些，所以我才有了这个想法，是我要上一个好大学。然后还有就是出自我奶奶、爷爷在和爸爸，他们都在中国，他们离我很远，所以几乎没有办法就是影响我的生活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从小，从0岁到9岁是跟奶奶、爷爷生活的，然后他们是一直在教导我说，我们一定要就是好好学习，要上一个最起码上个好大学，最起码要有一个本科毕业。他们对我最少的要求就是这样。虽然我妈对我没有这个要求，我妈就是觉得你不上大学都可以，随便。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求学的生涯吧。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认识了这一群好朋友，所以我决定跟他们上一样的大学。然后我就考了那个 UT Austin，然后我决定跟他们上一样的专业，所以我才上了 Electrical Computer Engineer，就是那个电子工程师。然后公立私立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没有选择的，我肯定是公立的，因为我妈单亲家庭嘛，所以我们家一直都是有那个钱上的问题，就是很难有足够的钱可以活的那种，所以更别说什么私立学校了。然后我自己现在其实我已经30岁了，然后旁边很多人在生孩子，或者是以前的一些同事，就是30、40、50岁的都有。然后他们在跟我聊他们孩子的教育的时候，就一直说他们想要让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。然后我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就是觉得，就是私立学校是贵，然后他私立学校唯一的好，就是这些人跟我谈了一群，他们 summarize 私立学校唯一的好就是你的朋友会是好的朋友，他们不会带你吸毒啊，或者是把你带上坏的一方面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真的，最后那个孩子他会怎么走，是看父母怎么教的，而且尤其是在早期，父母是怎么教的。我在早期不是父母教的，是奶奶爷爷教的。但是我觉得，也是因为我早期是奶奶爷爷把我教了一些，三观吧，所以让我知道我应该要怎么走我以后的人生，然后应该要离那些坏学生远一点。所以虽然公立学校会坏学生比较多，然后我以前上的公立学校也是学区很差的那种，所以有一些人会甚至在学校卖毒品，但是我们能看见，但是就是离得远一点，就我们还是会就是洁身自好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要看孩子啊，还是要看孩子怎么样，让父母怎么教，这个是对学校的这个看法。大学专业，我觉得大学专业的重要性，反正对我的人生来说，大学专业的重要性决定了我20到30岁的人生会做什么样类的工作。然后，那我很幸运，是我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选择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走。但是我旁边其实有很多人，他们是大学学了什么以后，就继续做那个工作，做很多年，20年、30年都有。说的就是有我，对，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发现改行很难，尤其是在你30岁以后改行是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。不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改行，而是因为人是越老越怕改变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反正我自己内心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也很纠结的才辞职的，因为我就是好花了那么多力气学了那个计算机这一行嘛，所以我这10年都在计算机这一行业内打滚，然后也就学了那么多专业知识，所以我就是觉得，而且计算机这行赚的也不错，大家都知道，就让你感觉有一个，像我的很多观众留言说我有一个金手铐，然后就是金手铐以后你就自己不想解开了，然后你在这个金手铐里面过得，有点像慢水煮青蛙，
就是也没有不舒服，但是也没有太舒服，然后就有觉得煮着还行，反正暂时不会死那种感觉，然后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我旁边大部分的人都还在慢水煮青蛙，然后我觉得反正这个大学的重要性就是会决定你这一辈子，很多人都是决定一辈子能干什么了，除非你愿意在。不到一辈子的时候就做出改变，但是做出改变很难。反正我自己经历觉得很难。然后我辞职的时候，我旁边的同事都跟我说，他们首先就说什么佩服我的勇气，说了一群。然后后面还有人就是真的说实话的说，就是你这个决定，不一定是对的呀。然后说那个你现在已经混得很好了，你就是作。有人会这么说我，对。然后我觉得，哎呀，随便了，反正我就去试试看了。我觉得就算，不成功，就我现在的想要做自媒体，如果就算将来不能成功，我还是可以回去再去职场再去找一份项目经理的工作。虽然现在这个职场，找一份特别好的工作很难，但是找一份混日子的工作还不难。对，就是对工作有要求，就又想要觉得对社会有贡献，又想要达到成就感，又想要。做工作和生活可以平衡，然后又想赚好多钱，那个是非常非常难找到的工作。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赚一般的钱，然后随便给公司打个工，然后就 collect paycheck，那个不难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对，这个就是聊远了，就是这个大学的重要性。然后我就回到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找到第一份工作的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参加了我大学办的 Career Fair。我之前有说我是去 UT Austin 那个学校嘛，然后很多这些大的公立学校，反正私立学校也有，但是我知道的公立学校都是有这种跟大公司的合作，然后他们都是会每年最起码来2次，有时候来4次，就是来招生。所以我们每个系都有不同的公司会来招生，然后我是电子工程系的，然后我们那边就会有很多科技公司来学校办那个 career fair，然后我就会去参加，我每年都去参加，我的实习也是这么找着的，我的工作也是这么找着的，然后我们在也他们有一个 career fair 的网站，是我们学校跟这些公司联合办的一个网站，所以我就在把我的简历在上面海投，就是所有的人我都投一个鱼饵，看谁上钩的那种。我问一下，就是说你几年级开始投？你是一年级吗？大学不是四年级吗？对，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投，就是哦，自己没有任何经验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知识，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写代码，我就投，我先管管你的，我先投投试试。对，那你什但么时是。候开始实习？得到实习？二年级开始吗？还是大二大就二？有实习了，对，大一其实投了半天没，也经历了几个面试，但是就是因为知识不够，所以人家没要。然后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实习了，然后大二、大三一直到最后都在实习，然后我的毕业的时候就是有实习的也有 offer，然后还有 Cisco 的 offer，所以因为 Cisco 在加州，所以我决定拿 Cisco 的 offer 来加州。我一直想要来加州，我以前大学在德州待了那么多年，我觉得。好像想特别，那个时候特别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，然后自己能飞得多高，就是那种20岁那种年轻的人会有的，不知道自己天高地厚的那种比较单纯的想法。然后聊到那跳槽换工作对职场有何帮助？我觉得适当的跳槽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因为可以帮助你的工资涨，然后还有帮助你认识新的朋友，expand 你的 circle，然后可以学到新的东西，挺好的。然后所谓适当的跳槽，就是建议最起码在一个公司待2年以上，最好是3年，到5年是比较 preferred 的。如果你2年以内，然后就一直在跳的话，那你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你想要跳槽涨工资，这个就是你的目的。对，我因为我跳槽很少嘛，所以我就问，顺便问你一下，帮观众问你一下，就是说，你跳槽是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在本单位或者本公司升不上去，你再跳槽呢？还是说，你如果能升上去，你还选择跳槽吗？我觉得一开始跳槽是因为升不上去，然后之后已经升上去挺高了，还想跳的原因是因为想换一个环境，想要认识新的人，学新的 technology，虽然我的之前的工作就是我跟老板经常说我很无聊，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总是在做同样的事情。
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被满足，所以老板也会很努力的给我找新的活儿干，或者是新的 responsibility。最后我就给自己找了太多新的 responsibility，搞得太忙，所以那个也不好。对，就是要找一个平衡。对，但是就是一些大公司，我觉得你跟老板实话实说，你的心里的感觉和你的未来发展方向，他会尽力的满足你，只要他确定你是一个 good talent，他想要 save you，所以他会做他一切的努力去给你你想要的。这个是我的 experience。谢谢，谢谢你的求学经历，还有职场的经验啊。你的求学经历对我来说，我有很多共鸣啊。因为我当时也像你那个年纪，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，就是我叔叔，就是对。就像你那群朋友一样，对吧？对你人生的转折点起了重大作用，让你做出人生的第一个选择，对吧？对。选了学校，选了专业，我也是。但是你想对了，我想错了，所以你对对，所以后来我就走了很多弯路。但是就是说，我就说这个年轻的时候确实有人对你影响很重要，对吧？是的，对，那很是重要。的。然后通过你这个求学、职场的经验这些经历吧，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说，你选择学专业选对了，学校选对了，然后你地方选对了，比如说你跑到加州去，对吧？这是非常选对了。因为我们对吧，年轻的时候跑到加州去，然后你老的话或者是不想干的话，再跑到便宜的地方去，对吧？那多好。因为那地方就是说你资产啊，从你投资啊各方面都是加州是非常好的地方，或者学高科技啊，对吧？学习投资都是非常好的地方，你太这么一对。说，好像还真的。你不说，我都没有发现我对选呀，的是这样。你想的确实多，我觉得你这个第一咨询人对你的影响确实很大。好，那谢谢你，我相信你这段经历对不同年段的观众都有很大帮助，对年轻人啊，对我这一代的也很大的。感触，觉得真的，如果像你这年纪，我们当时如果有做这么好的做对的选择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。谢谢。好，那个我们聊下一个问题，好吧？那好，个聊聊你的投资，包括股市啊、楼市啊，还有那个虚拟货币啊等等的历程，如何开拓人生的第一次投资，还有就是说何时赚的第一桶金，然后如何扩大你投资规模。未来的投资计划是什么？好的，好的，我的投资是从第一份工作正式开始的。其实，我第一份工作。拿了 Cisco 那个 offer，那时候是2011年底，我来的加州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的 title 是一个 IT engineer，就是在 IT department 写代码。然后我们的年薪只有80500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是我第一份 full time job。然后加上那个时候我因为是还他们这些大公司都有很多 level 嘛，然后我当时是最当然是最底层的，然后是属于那个 recent college graduate，是他们一个 program，就是专门 hire 大学生，然后我们的大学生的人都没有股票，也没有很高的奖金，所以我们当时就算我加上我那一点点奖金，我一年最多就有9万，然后那个时候。也是很贵的，加州就是很贵。我一个月的房租都要2300块钱，2600块钱。所以反正我记得我当时打完税，因为我要付的税是50%左右，那个时候就要付50%左右。打完税，我到了银行里面就3000多块钱每个月，然后我还要付2000多块钱的房租，几乎都没有办法吃饭。然后我还需要还学生贷款，我还有信用卡贷款。因为我这几年上了大学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所以我就觉得，那我这个钱怎么运作不过来了？我就是连每个月的正常花销和还贷我都不够，所以我就除了正式工作以外，我还去找了兼职。我找了各种兼职，反正打餐馆赚的太低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弃了。后来我去教英文，然后我教小孩儿。反正我就是下课以后，不是下课以后说错了，下班以后我就会去，找各种兼职教别人，东西吧，就是英语什么的，这样子就一个月又能收入1000多，那个时候这样才能够就是勉强的活下来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很穷，然后我。股票的话，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接触，因为我们的公司会给 ESPP，ESPP 大家都是员工福利嘛，就是你可以以，我们当时是以股市的价钱减10%的这个
discount 可以买进去，所以我当时跟我爸爸说，我想把我一部分工资去买 ESPP，然后他说你都那么穷了，你先还你的债吧，先把债还完，再去想投资的事情。我说这个是明显的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，就是我会拿百分之，比如说当时股价是30块，我会拿20多块钱去买一个 share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绝对是值的，所以我没有听我爸的，然后我就去做了这个 ESPP 的purchase，然后那个 Cisco 股票平时是不怎么样的，但是那段时间就涨了，所以我整个这个事情就是赚了，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的人生的投资，然后我拿这个钱还是没有全拿去还债，我还是没听我爸的，我就是拿了这个钱以后。我当时就是有一种热衷，特别喜欢苹果的产品。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有梦想，羡慕人家有苹果全家福的那种。然后我都没有钱可以有这些东西，所以有了赚了钱以后，我没有去买苹果全家福，我买了苹果的股票，因为我觉得苹果的股票这个公司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它肯定能涨。就是当时一个就是没有做太多的研究就是一个自己的感觉，从一个 customer 的角度觉得它会涨，所以我就去买了苹果的股票。然后我虽然钱特别少，我就是买，当时苹果股票也没有很贵，我就是买一个 share 或者买半个 share，就是一点点的可以买进去我就买进去。所以这个是我的投资的开始，就特别特别小的投资的开始，就股票方面。房子方面呢，其实我也是一个很胆小的人，这个是全部都是要感谢我妈。因为我妈她胆子特别大，然后她是没钱，她知道我们家一点钱都没有，但是她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然后越快越好，有一个自己的房子。然后2012年那个时候，房价不是房市在上涨，然后那个时候，房市很火，然后我这个情况想要贷款是一件巨难的事情，因为我首先没有资产，欠一屁股债，没有什么信用，然后收入也非常平平，然后想在这个加州这边买任何一个房子，在湾区那边都是梦想。我打了很多电话，然后每一次我都拒绝，被拒绝，然后很多人都是跟我说，你别说贷款了，你现在拿现金买，我们才跟你说话，你贷款就不跟你说话的那种，那个就跟现在有点像。16年的时候就这样，一二对年吧？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我记得我整个被 reject 好多次，然后我就是各种看很多房子，我想要买，然后我就梦想这个房子我搬进去会什么样，然后就被拒绝，就是那种很痛苦的感觉。然后后来我妈就说，那咱们不要买湾区里面了，咱们买远一点。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刚搬过来加州，也不认识人，也整个人生地不熟。所以，我妈她就是，胆子很大，而且很会 social。我比我妈 social 差远了，对啊，她特别会 social，然后她就会，她脸皮很厚的会去参加各种群啊 meet up，然后就去自我介绍，然后就是想要就是买房子。所以后来她找到了加州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叫做 Manteca 的一个小城市。我之后可以发给你怎么拼，因为正常没听过。然后它是离我工作的地方开车要1个多小时，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。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说，那个房子太远了，没办法工作。然后我妈说，你现在这个情况，你也买不到更近的房子，你先买了再说。然后她就是说，你如果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到时候跟你老板说，你想多在家工作工作，一周就去一两天。然后我说我老板不同意怎么办？他说他不会不同意，你就这么做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这么做。然后我当时也是因为第一，人生就是政府补助，人生第一份房子自住房是 FHA 贷款3.5的头款，3.5% 的头款，所以我那房子一共才20多万。然后3.5% 的头款不到1万块钱，我也没有，所以我是跟家人借的，然后我妈跟她朋友借的，所以我们就跟到处借，然后凑出来了这1万块钱头款，然后我就去买了，我然后问一就这下，样子买掉我的第一个房子。我插这个问一下，那个 FHA 这个贷款是他的贷那个头款的是3.5是吧？3.5%，对。那利息会不会一样呢？还是说利息要高一点？利息好像没有高多少，高一点点，高一高点零点几个 percent。对，但是有 mortgage insurance。，OK。还有就是说那个，你这个是自住房，但是投资房是不行，对吧？对，
反正你有个牛逼的妈妈，逼着你干这，逼着你干那，挺好的。对，我妈是挺能折腾的，对，所以本来就是被她的 influence，然后经过她的不断努力，我们买到了这个房子，然后这个房子我们买了不到半年就卖了，因为我们搬过去以后，确实是离公司太远，我如果要去公司上班的话，我要早上3点多就起来，然后4点多就开始开，然后那个时候很黑，但是路上是亮的，就是大家都在堵车，然后堵2个多小时才能到公司，很多人都这样，好可怜，我觉得我们都好可怜。然后我们去了以后，赶到公司开8点的会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我记得有时候我会到早一点，我就在那个公司前面的停车场先眯一会儿，就是这个情况。对，后来我认识了我的现在的老公，当时的男朋友，然后他是在那个硅谷市中心有一套自己的 townhome，然后后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好，他就说我有多余的房间，要不你就过来租我的房子吧，租我一个房间，所以我就租了他一个房间，然后我就越来越少回家了，然后我妈说你在那边挺好的呀，那你就住那儿吧，你就别回来了，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房子涨了5、6万，其实涨得不多，但是半年涨5、6万挺多的，而且那个时候我也不是特别穷，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钱是可以 realize the gain，就是如果我现在卖掉，我就能拿到这5、6万，那我要不要这么做？然后我妈说你做吧，你把它卖了吧。然后我搬回德州，因为我妈当时是从德州跟我一起搬来加州的，她就说那我搬回德州吧，德州的房子买一个才12、3万，这边这个房子30万，你 double 都不值了。然后他说："你赶快卖了，把这5、6万拿出来，然后该还点钱就还点钱，还是怎么样的。"所以后来我就听了我妈的，然后就把那个房子给卖了，然后我们赚了5万多，一共是赚了5万多。还不用交对，税还是吧？要好像那个但是要不，交税，但因是为第一栋房子50万以内，一个人的话是25万嘛，所以好像是不用，这次还20万是不用交税的。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可能你可就，能是吧，我已经不记得太远了。对，我都不记得当时所那个以税是是可能你妈妈知道，所以就才让你买，要不的话交很多税。对，所以他可对，我能。妈是，她是在搞这个理财的，她自己不理财，但她给别人理财。厉害厉害！我还以为你给你妈妈理财，天哪，这你妈妈给你理财。没有，我妈是最近，就是我毕业以后，我开始赚钱了，所以她才开始赚钱的。因为在那之前，她都是打零工，就是去给人剪头发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。之后她才开始真的赚钱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的不算是投资，但是确实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啊。虽然金不多，但是是我的第一桶。对，然后来就是怎么扩大投资规模？其实也是在对的时候认识的对的人，然后这个时候就不是朋友了，是我那个男朋友，是我现在老公。他是就是他教会我，投资是很重要的，然后还有叫我读那个《穷爸爸富爸爸》那本书，然后告诉我他想30岁的时候财富自由，这些都是他教我的。然后他跟我说这些 concept 的时候，那时候我21，我听这些就觉得很懵，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人就是应该工作一辈子的，就是应该工作法定退休年龄55或者65。然后我当时就是打算工作一辈子的。然后我老公说："你为什么要听大家的？"就是法定来决定你的人生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制定一个方案往那个方向发展？然后我当时听花了很久的时间才真正的理解，也是因为读了那个《穷爸爸富爸爸》那本书，是我的第一个启蒙的那个书，然后看到了那里面的主角是怎么做过的自己的人生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轨迹是可以follow 的，我是看别人的人生轨迹，非常给我 inspiration，然后给我很多灵感，让我自己可以就是激发很多路子，这个是我的方式，对，然后后来就读了很多其他的书，就是包括 time management 呀，还有就是 investment，反正就是看看如何自己最大化的利用手上的钱和时间和资源，最大化的利用。然后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在路上都会听这些 audiobook，然后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学这些理财的书啊什么的。然后后来
这个时候我就比我老公大胆了，因为他我是跟我妈学的，就是我胆子比较大。然后后来我们就买了德州的投资房，2013、14就买了德州的投资房。那个时候是我老公觉得德州房子也不怎么涨，没必要买。然后他就是说还是留着这个钱在手上，看看加州什么时候有一个好房子我们再入手。但是我就说等了加州有好房子入手，我们钱就这么少，你现在只能在德州买一点。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，你看2013、2014年，然后我们说就这点钱。你只能在德州买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不用管那么多了，反正这个德州的房子一共才13、14万，你投款也就20%嘛，那是多少？反正3、4万不到。然后我就说那就投一个试试吧。然后后来他也是拗不过我，然后我们就买了第一个 Houston 的投资房 single family home。然后从那儿之后，我们就一直能买就买了。就是都是 turnkey property，我们俩都特懒，不愿意找那种 flip，所以我们都是找 turnkey property。然后，我在德州的投资之路也是非常坎坷吧。就是在买第一个投资房之前，其实我妈那儿有一个房子，我们把它租给一个租客，然后那个租客半年都没有付房租，很难把他赶出去。然后我们又打官司什么的，经历了很多痛苦。但是也是通过这个痛苦，让我学习了很多，也认识了很多专业的人。所以我就认识了很好的 property manager，然后还有 lawyers，然后还有什么这些重要的人。所以之后我就用我这个 property manager 管我其他的所有的房子，然后他们非常可靠，他们管得非常好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外州的投资是怎么开始的。最后反正就是买了一个投资房在加州，一年我就卖掉了，因为我实在是管不了这些人。后来我们的结果是，我们的那个房客卷铺盖逃走了，他就没有交房租了。最后2个月他都没有交房租，一年的租赁他最后2个月就逃走了，整个人就蒸发了。然后我们去那个房子的时候，他还剩一些家具呀，还有他家的东西，整个就像是被抢过了一样。然后最后我们没办法，就只能，我做了一个 garage sale，我就是我自己，我周末去呢，然后我就登了广告做 garage sale，我说1块钱，everything 1块钱，随便拿，因为这样子比我的那个还要 hire 人家过来扔垃圾要便宜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事情，然后他们就搬走了，然后后来还是剩了一些垃圾，我还是找人来扔了垃圾，然后把那个房子卖掉，所以那一年里面就包括这一切，我就赚了1、2万而已，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加州可以投，但是你得有钱。然后我们家钱实在是太少了，我觉得还是投德州好了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投德州。OK，那加州那房子是你自己管理是吧？没有雇管理公司管对，理自己？OK，管如果有理。可能的话，不想自己管理。对，对，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是对的。如果有 local 的，因为我这个是，因为我观众也很多人问我，就说 local 的投资好啊，投资房好还是远程投资房好？你的选择是还是远程投资房？如果能便宜的话，那个回报率也差不多的话，还是远程的更好是吧？投资房不是看 local 或者远程，而是看它的回报率和你手上的钱有多少。那我选择外州纯粹是因为我手上的钱不多，我也想要买加州，我也想要买一些好的地方，什么 San Francisco 什么的我都想买。但是那房子我想买的时候就已经快100万了，现在已经2、300万了。我如果买了，那回报率太高了。但是我没有那个钱，所以我就没买。然后现在就没有很没有就比较穷，对。不穷了，你这喊穷的话，我们这些就没法。那你的未来计划什么呢？就是说往德州发展，就说你的投资房子往外州发展，还是说投资房就到此为止，往股票里投？我说你的以后的投资计划是什么方向？这个我一直在研究，然后就是通过我的研究会不断的改变吧。目前的话就是还是大部分看房产，因为我就是觉得房产比较 safe，比较安全。然后至于是哪个州不重要，最主要的是我有没有那个钱能买它，然后它的 return 是不是够高。然后目前这个 market 我找不到让我觉得 return 够高的任何房产。对，我最近看了一个达拉斯的 duplex multifamily，我差点入手了，但是后来算了一下账，比我 Houston 那个现有的投资房还要差一点。然后我老公就说，
你这样做还不如把钱放到我投那个 REIT 或者 Fundrise 那些东西，就是有点像 REIT，然后那个就是你把钱放进去，你完全不用管，就是真的是躺着赚钱的那种。然后它每年的收益大概是5%到8%，看你选哪个 model。我去年6.8%的收益，那边，所以我就又扔了一部分钱进去。然后最近呢，就是房子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。加州我在抢一些房子没抢到，然后德州的房子差点入手了，我老公说投资回报率不够好。然后我们还在看那个国外的投资，不只是美国的，我们在看，我老公说那个South America 那边有很多人在投那个小岛。然后那个小岛去年就是，几年前是十几、20几万美金，现在涨到5、60万美金。你有朋友在那里吗？你怎么敢投南美洲或者是国外的？你有朋友哦，在那没边有吗？朋友在那边，但是我老公喜欢岛和潜水，所以他就一直在研究。然后他 follow 很多也是专门投资，就是他 follow 的人跟我很不一样，他 follow 的人都是离开美国的人。然后那些人为什么离开美国？是因为美国的税太高，然后生活也贵，所以他 follow 的人都是看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投资省税，生活的又好，所以他就是在研究国外，还有就他也在研究那个 Spain，Puerto Rico 那边，葡萄牙那葡边，萄牙，对，我很对。喜欢葡萄牙，还没去过。泰国你觉得怎么样？泰国泰国，投资。它的法律和投资法律什么的，我觉得好像不适合，不是特别适合 foreigners，所以他们就没有特别 open to foreigners，我觉得。所以，对，对。我们研究了半天，但还没入手，因为葡萄牙那个是50万欧元开始，所以太我便们宜还了，要考虑一下。对，对，因为那个其实它也不只是投资，它还给你那个身份，所以也是一个 EU 的身份。对。现在欧元那个汇率又高了，变美元了又高了，所以50欧元就是，差不多60多了，对，好，那个谢谢你这个很多信息在里面，好，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定义财务自由，就是 FIRE，就是那个 financial independence。retire early，你目前处于哪个阶段？投资股票投资、房地产投资，哪个更能帮助你财务自由？你能不能在这方面跟我们分享你的？好的，好的。其实，fire 这个词，我也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知道的。因为我以前就是盲目的在做这个事情，但是不知道这个是有定义，还有其实是一个这么成熟的 movement。所以我最近还查了一下，就是他们有各种，就是如果你每个月 save 多少 percent，你多少年可以，达成 fire 这么一个formula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。对，我就是在。我就是很努力的在 maximize 我的 savings 和投资吧，这么多年，我跟还好，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，我跟我老公都是搞 IT 的，都是搞 technology 的，所以他是 software developer，我是 program manager，我们两个收入差不多，所以可以 imagine 我们收入很高，对，然后这个很不好意思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luck，就是真的很幸运，刚好。做这行收入这么高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需要收入这么高，但是就是收入挺高的，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花费，其实没有很高，尤其是我们想要达成财务自由嘛，所以我们平时最近几年，应该是一个人的收入是彻底是不需要花掉的，就是彻底是 save 起来的。有的时候是一点半个人的收入是不需要花掉的，对，所以我们是要不把它 save 了，要不把它投资了，对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可以就是很快的达到财务自由。但是其实我觉得也，我现在我一刚刚在哭穷的原因是因为我住的地方很便宜嘛，我这个房子才买的时候30万，所以我才可以财务自由的。我在加州买个30万的房子真的很便宜，我如果是在湾区那边的话，我要买一个房子，最起码100多万，而且会比我现在的房子的情况要差很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在湾区财富自由，我是在 Sacramento 这边财富自由，所以我在哭穷，因为我想要在湾区财富自由，但是那个就是有点难，然后这是为什么我还在考虑说，
如果自媒体做不起来，那我到今年年底就结束了这个 soul searching 的旅程，然后明年我就乖乖的回去再找一份工作，因为我不确定我想一辈子住在这儿，然后我也不确定我想一辈子住在湾区啦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湾区毕竟朋友都在那边，然后吃的喝的生活方便多一些，所以我还是想说，如果是必须在美国待着，然后必须要打工，那还是湾区的收入最高，那可能还是会，就是再找份工作 ，either remote， 或者是他需要我去的话，我就搬回去，看到时候的房价，看明年的房价，如果房价还是狂涨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先租个房子，如果房价已经稍微缓慢一点了，我们可能会买一栋，对，就是这个是个我们的就是 fire 之路吧，然后还有接下来的打算。对，因为现在的人生确实是挺好的，但是也有点无聊。我刚才有说，对，就是你时间有点多，就算是我一直在做视频，在直播，但是每天做视频和直播也会无聊，所以我就是觉得应该要找点 excitement。我是一个需要追求成就感的人。然后而且我特别喜欢跟人聊天，你看你问一个问题我回答100多句，这个你剪接会很困难，我不好意思。对，没有没有，但是我提供很多信息，很多我们能学习的地方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有就回去再找份工作呀，或者是就跟人聊聊天什么的，就认识一下新的同事，看他们都在怎么活他们的人生，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。对。对，我还要弱弱的问你一下，就是说你9岁来到美国，对吧？你在中国是待了9年，对吧？你那个中文才上了3年级，对吧？然后你那个中文，我觉得比我在国内待了23年，那个好那么多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那个语言天分那么好？你是中文在哪里学的？我没有学，我这个人不太愿意学习。对，我不学中文，也不学英文，也不学。我觉得我其实你说我好，但是我老公一天到晚在调侃我说我中文和英文都很烂，然后都只知道一半。对，他就整天在调侃我。对，我觉得我的中文就是因为我来了美国以后，正常的父母会给你的孩子装英文的 cable， 让你赶快学英文。但是我妈没有想这个，然后我妈喜欢看中文的东西，所以她装了中文的 cable，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中文的东西，所以我在家的时候不只是跟家人说中文，还有就是看的电视也都是中国的电视，所以我对中国的文化懂得可能比美国的文化都要多，就是中国的明星我都认识，但美国的我不一定都认识，通过电视了解。然后你那个 光说，但是你会看对吧，也会写，这点很不容易。那你学从就是写中文是从哪里学的？是在国内学的吗？国内的底子吗？还是到美国又在学中文？有没有是这样的？应该是国内的底子吧。就国内学了到3年级也都字儿都学的差不多了吧，除了很难的。对，然后美国来了以后忘了一大群，所以现在还是靠打字。就是如果你让我用笔写的话，我可能有40%写不出来。但是如果你让我打字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可以认识，对，那很不简单了。对，我比起你，我觉得很惭愧好了。对，我就觉得